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墓下面究竟藏了什么东西吗？上古时期，有陨瞳坠入此地，可由心念操控生死，逆转乾坤。 我们老九门内部也这么乱，就是为了要找矿山下面的陨瞳。他坏了九门的规矩，九门共罚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 穿过运动可以进入一个神奇的世界，死人就是活人。这块陨瞳确实是个宝贝，你惊扰了不该惊扰的东西。 将永远被困在陨瞳所铸造的世界里面，无法出去。今日兄弟情分已断，再无兄弟可言。这座矿山非常危险，不可以留下。 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超越生死更诱人的？